私方は日本の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。 So where are you from? 頑張って、やめて、ちょっと待て。 Excuse me sir, if you disobey our law, I will call our air police. Excuse me, I'm so sorry. 何？いいよ、ちょ、警察、よちょ、宪兵。 Excuse me, it's our law. What's up? 先生、先生、先生、What's up? What's up?你接下来就要请求他给你人工呼吸了吧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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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刚才的话呢，你的那表演啊，我给你打70分。作为一个服务者来说的话呢，你千万不要用公司的制度来跟对方说话，就是。而呢，你应该从换位的角度来说，比如说出于对你的安全，出于对你考虑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公司的制度只是。用来约束自己员工的，不是用来约束客户的。谢谢姜老师。好，谢谢子悦，我很喜欢你，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、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孩子，包括你跟处理同乘客的关系也好。但我有点担心啊，就是因为你的外表也好，你的微笑也好，你跟乘客的乘客对你的受欢迎度来哈，我就怕同样是在做空姐的那些其他空姐会对你有一些打压，或者是说羡慕、嫉妒、恨。我不在乎，我会忍着。其实子玉从专业的角度来讲，有一条是非常棒的，就是亲和力。因为你从现场到现在一直带着微笑，最可爱的是在于现场的时候，你通过跟我们所有的18同仁啊这样的一个互动，拉近了一个距离。所以你身上具有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，是非常符合服务类的岗位的，就是随和度、亲和力。我挺你。好，我们为了对这个子玉有更多的了解，给你一个机会拉拉票。既然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，是不是今天现场给我们来一个完整的歌舞表演？掌声欢迎！来，祝你。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내가사랑시노네가아닌시노 I want nobody.很强势的一个女孩子，同时呢又很时尚、很阳光、很可爱，还多才多艺。那么她到底是否适合凌燕组空乘呢？第二轮的选择，各位稍微想一想，请选择。哇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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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两盏红灯。谢谢。好，那按照我们的求职规则，目前场上16盏绿灯的情况之下。东航凌燕大门要为子玉打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航客舱部的张丽丽。子玉是一个实诚而又积极向上的阳光天使。谢谢，谢谢姐。那子玉，我看到了你刚才有一段舞蹈的表演，在舞蹈里你把时尚和民族结合得非常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作为我们一位凌燕乘务员的话，那么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姑娘，怎么把这个高端品牌和你的这个民族气质相结合呢？我会把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，然后带在飞机上去，带到蓝天上去。就比如说，可以用我的歌声，可以用我的舞蹈，在飞机延误的时候，航班延误的时候，然后飞机上旅客特别情绪不满的时候，我可以用我的歌、用我的舞去给他们带来开心、带来快乐。这是我们东航的副驾值。是是是，没错，品牌副驾值。谢谢。建议东航的空姐都学会跳 Nobody。玉姐你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在这一分钟之内，我可以从这里走到那里，然后你可以接受我吗？真的是一个很实诚、很实诚的一个孩子。好，那么我也回答你的问题，子玉。